家如果有人来问你是哪一个直播主，我就说你是蛇王。哎、欸，蛇王就胡椒哎、欸，那胡椒，那胡椒哎、欸。蛇丸跟胡椒，你缺牛排嘞。那我觉得酱蛮好吃的，然后但是皮有点怎么样？皮有点太狗了。狗是什么？肉也蛮好吃的。狗是猪的叫声，对。阿胜，那你可以再拍照吗？哦，可以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感觉他跟镜头讲一下阿胜本人到底胖不胖？老实的讲啊，有点微腹哦，微腹。你有看 比赛吗？有。哈哈，没那么好穿啊，好穿啊。哈哈哈哈哈。你真的要下去有遇到？又比短又微腹的，妈的！你真的要不是开直播？我打个电话。你要打给谁？处理一下刚刚那个。喂，怎么了？哎，波片啊，怎么了？哎呦，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啊？现在有免费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哦，我知道，我刚刚有走那个，是我要送饮料给你们。哎呦，还没吃。哎呦，你人真好哎。那我刚上到一半，突然那个直播挂了，我马上跟我说，哎呦，哪一天的？马上冲出去。哪一天的？一冲吧。哎呦，一冲就直接翘课出来。我搜查底细。你要看一下，搜查哦，你一定会上，好，你一定会上北大，谢谢北大医学院，有。哎，刚刚有人抖150，突然叫你边走边冲，干嘛啦？不行啦，黑猪师，感觉有人一直在靠北啊。那边有个匾额叫黑猪师蔡伟。有人说健身哥把这边当星巴克，不是啊，我工作。哎呦，大忙人哦。我们叫了肉燥饭，肉燥饭控肉饭菜尾汤。阿胜要破百了哦，要哎、欸，我现在喝这个，然后要吃这个饭，哎呀，大家看一下，哎呦，比较美食 YouTuber 哦。还有，阿森为什么狗哥没有一碗？不要再吵！你吃饱了，好，大家看一下还剩多少？一碗，拿过来，先这样。你饱了、哦？对，还有一点。没有关系，常常这样吧。就这招，老招。然后就叫张阿森吃啊。老招了，老招就这招，老招了。你要吃吗？认真跟大家讲，看着他越来越胖，我是很开心。我是觉得这两样都是帅的啊，快乐就。来，真的，干了，来，真的，干了。真的是有点饱，晚上还要吃茶油。下一站是屠宰场吗？屠宰场偏在隔壁。我想本来在隔壁而已。哎呦，朵莉姐有做功课哦。干嘛、啊？不是说亲一下吗？碰哦！在干嘛？都在干嘛？好甜蜜的感觉哦！怎么了？怎么有警察是不是？快走！对，等下那没有了，有警察。点歌吗？来什么呀？好，动力火车的当呢？我们要吃茶六，可是是7:15。对啊，所以只能先在这边休息一下。阿胜拿去，哪个？看起来好像是女人要下去。没有必要这样子讲话啦，没有必要讲话讲到这样子啦。你这样子下去我们也不省。对啊，你这样子下去我们会就是。哎，你真的要下去吗？确定要吗？确定要你点吗？确定要你啊？这样会不会很委屈？
超级好，没关系。真的要唱吗？确定要下去吗？确定要下去吗？要。你确定要吗？你确定要下去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一桌啊！你要去点。好，你去，你去，你去。不要，你来看一下好了，没没，不要做效果了啦，不要做效果了啦。你的灯打得好就是帅。确实啊，灯打不好就是丑就对了。猪可以走开吗？好呀。下一站，屠宰场。你跟咪的男行程比较松啊，哪有看很紧好不好？真的假的？那要看看才知道。明天不像上国中先打球吗？我也是蛮会打球的，真的假的？看把他去 NBA 的，我算是控球打的，你知道那个跟破我。哦。突然想到什么关键词？刚紧张了一下，对不对？有一点。怎么？你们刚刚在讲什么？没有啦，我刚刚。你就有带那个银眼吗？不是银眼哦，他们说他说的是什么小狗眼？这叫小狗眼。我这个是猪猪的眼哦，我好像改9点。没关系，猪猪眼。哎、欸欸，我们昨天有去逛逢甲哎、欸，你有吃到什么不错的吗？逢甲吗？嗯。有一间逢甲的蛋饼叫什么？逢甲永和豆浆啊，还是什么？啊，逢甲烧饼豆浆，对，它那个咖喱蛋饼跟起司蛋饼超屌。那明伦蛋饼不错哎。我也觉得明伦蛋饼还好。那恶魔鸡排呢？恶魔鸡排超贵，太贵了。那我就觉得有点像派克。吃那个吧，海边小屋，感觉海边小屋比较有料。对啊。我去尿一尿，我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啦。哎哎，破，靠腰哦，破，借过一下。好，来，回来了。怎么了？大家说，这人在发病啊？看一下，破要干嘛？破要没了。刚破叫他牵出去了，靠腰。下一站是哪里？屠宰场。下一站是哪里？屠宰场。下一站幸福。不要叫他们帮我们叫计程车。对、啊。应该不用吧？拦很快啊，拦一下吗？有吗？这里有。拦路车。拦路车。哦，拦路车。不不，你越来越放得开了。有吃饱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吃饱。饿，好难吃颗橘子哦。可以比一个爱心吗？对着镜头。哦。上次你好像越来越习惯橘子跟肥猪这件事情。不要乱讲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子啦，讲话没有必要到这样子啦。店员要去问一下。他们两个在外面搞，现在怎样？叫我来问，叫我长进，然后自己在外面搞了。等他去问。哦。你们两个在外面干嘛？没有，就装不认识他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好了，等一点。啥？收藏，行吗？收藏。收藏，收藏。差是不行了。差是叫我收藏。不行了，同丽姐真的。好，我们就不要打扰。拜拜。亲一下。你亲他收藏。Jason， 谢谢你帮我下去拿喝的。不用谢啦。拜拜，想我、哦。